国务院总理李强16号在南宁会见印度尼西亚副总统马鲁夫。李强表示，习近平主席同佐科总统前不久在成都会晤，为中印尼双边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。中方愿同印尼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，加强政治互信，坚定相互支持，不断提升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质量、水平与实效，推动高质量共建“一带一路”合作不断深入，密切人文领域交流合作，推动两国关系结出更多共赢硕果。中方愿同印尼加强多边协作，共同维护东盟团结和中心地位，维护东亚合作正确方向。马鲁夫表示，印尼感谢中方对印尼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的支持，愿同中方深化经贸、人文等领域合作，加强多边事务中协调配合，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。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。